以你觉得你的病跟你的感情相关？这个因为常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节目主持人都会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身经百战，或者是说女朋友的经验大概300多次的一个作家。真的有300多次吗？我想问一下。虽不中亦不远矣啦。但是我们不会去记这么仔细的次数，只是说我可能真的是认识蛮多女生。以前啊，年轻的时候，毕竟我现在年纪大了。当我是去看那个真正的专业医生，告诉我说，哎，如果再不来看，就只剩2-3年的生命。之前我做了那个所谓的切片检查，因为这一段我觉得需要让所有的男性朋友知道一下，因为他们会怕，因为。那个切片，我觉得切片切哪里？我跟你很想问你切对吧？你想象会从哪里进去切？尿道吧？你说等一下，你说直接从下面那个性器官，然后插进尿道里面吗？对啊，就可能刮一下之类的，会不会？好，我跟你讲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对，我跟你讲，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他其实。会痛吗？你先讲。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讲侧面好了，这是男生的那个性器官好了，这是屁股好了，那膀胱在这里，那个射物线可能在这里，对，所以你从这边不好弄，它必须从屁股这边进来，然后通过直肠，它就可以从这边，通过直肠类似就是，所以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从肛门里面。不管是医生的手指或者是针筒，他都可以通过肛门直接触摸到射物线。射物线，对。那所以你有打麻醉针吗？好，切片它是这样，它先在肛门的两侧，打了麻醉针，但是那只是那一块麻醉。对，因为其实就是你射物线不会麻醉，就跟大肠镜一样，就是大家都会说，因为不敢做那个大肠镜，所以大家都做麻醉啊。对，但做麻醉那是全麻嘛？对，没有感觉。但我不是啊，我们那只是。肛门局部麻醉，但是还是不舒服吧？不舒服，你想想看，然后他就把针放进去你的肛门里面，穿过直肠，然后从射物线，他就像打针一样，他打进你的射物线，抽取组织，抽取12针，那应该很痛吧？非常痛。真的非常痛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而且更何况是打针。好，我们再整理一次，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我们，就是从来大家可能不知道射物线癌的切片要怎么做。是，它是从屁股，然后从那个肛门进去，就等于是我们的肛门，就是做大肠镜的那个地方进去。进去以后就是针是刺吗？刺。对，对，然后插到那个，然后就等于是挖那个细胞出来。嗯，它是吸取，用吸的。那对，那个针是类似吸，可以吸取的。那个针是刺的，是刺的那种针。当然是刺。天哪，好痛哦！我的妈，而且但是连续12次这样子。没错。哇，那真的很痛哎。没错。那个之前的工作也是蛮辛苦的吧，其实都是跟感情、跟两性、跟创作相关的。就连得的病都是跟。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蛮有趣的。所以，你觉得你的病跟你的感情相关？这个是因为常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节目主持人都会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身经百战，或者是说女朋友的经验大概300多次的一个作家。真的有300多次吗？我想问一下。虽不中亦不远矣啦，但是我们不会去记这么仔细的次数，只是说我可能真的是认识蛮多女生。以前啊，年轻的时候，毕竟我现在年纪大了。不会啦，你看起来，其实我刚刚看他口罩下面还是蛮年轻的。没有，年纪大，年纪大。那你自己得了一个，就是你所谓的你说跟两性也有关系的这个射护腺癌，我们讲到重点了，射护腺癌，而且一看就是3期，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刚刚虽然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一直不觉得你自己是个病人，对对，可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到底是怎么会发现的？好，其实这个过程也蛮戏剧性的，而且蛮乌龙的。它就是在上半年，我用我的资金投，这讲的原因有点长，就是我投资了一些虚拟货币，那大家也知道，虚拟货币在上半年忽然就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滑落，这样，对对对对对，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赔在里面，对，很多人赔在里面，甚至还有人因为这样而轻生的都有。
对，那我就因为这事情，那就心情有点受到影响，再加上可能之前的感情很多事情，因为我之前也得忧郁症过，就都有影响到，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那阵子心情比较不是比较差一点，然后体力好像变得比较差，比较容易疲倦。那我就刚好在别的节目上碰到过某一个医生，他告诉我说他专门在做这个男性更年期的治疗，他说他的疗期只要短短的三个月就可以保证让我回就是重回一尾活龙的感觉，然后我就去看了他，然后他就帮我做了一些量表，做了一些测试之后，他就说哎，你的状况应该是蛮符合男性更年期的，但是我在帮你治疗之前你必须要先去抽血，我们要检验一下你的血液身体上某些指数的成分多少。那我就照他的讲去做了，就在 他医院还在桃园，我还专程跑了一趟桃园，然后去抽了血，过了一个礼拜去看了那个抽血报告，我心里面都想说哎，我就是要来治疗男性更年期或者是你的身心症，对对对，算身心症，对。结果他就说对啊，你看到你的那个睾固酮指数算不是很高，这个可以帮你提高，然后你的 D3 就是维生素 D3, 就是对，我可能太阳照的少，我平常都在写作嘛，但是里面有一个指数叫 PSA, 它 PSA 就是射护腺癌的一个指数，没错，射护腺什么抗原什么的，对对对对对。那以前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因为一般以前我们去做健康检查其实它不会特地把PSA 指数特地，除非你要特别跟他说我要检查这个指数，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上面显示了17点多，然后我就问了医生说，那不然这个本来应该正常标准数值是多少？医生告诉我说，如果正常是数值应该是4以下，1234以下才是正常。如果超过了呢，它代表什么？我就问他，他说要么第一种它有可能性就是你的射物线肥大了，然后第二种就是它发炎了。第三种就我们最不想听到，那个人他是得了癌症，那我一听不得了，这个，他就说，因为射物腺癌这东西很特别，是它跟一般癌症不一样，它其实跟女性的癌症有关，比如像乳癌或者像卵巢癌，他们都是子宫颈，他们都是吃荷尔蒙的，对，所以像射物腺癌也是吃荷尔蒙，所以他就说你的睾固酮，因为我要帮你治疗男性更年期的话，对，我应该是要提升你的睾固酮，对，可是因为你有这个疑虑，你必须先去做检查，要不然我如果帮你提升了那个睾固酮，反而是会让你的那个射物腺的问题会变得更严重。那我一听就不得了，我就想说好吧，但我还是心里想说，可能是前一天哦跟另一半做的事情做的太激烈碰撞，所以比较少就对了对，所以可能他的指数可能加或者撞到发炎的也有可能，有你想的就是可能，我就没有想到会是最坏的那个情况，对。对，然后但我还是回了台北之后就去泌尿科挂号，然后就去看了，然后他也帮我做了那个超音波的扫描，我超音波的那个结果出来是发现里面就真的看到一个肿瘤，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这个不太妙，你要不要做切片，哇，做切片这个就，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射物腺癌嘛，所以我可以把这经过讲得更详细。对，因为其实对大家对，射物腺肥大，可能大家都可能理解。对对，可是射物腺癌真的我也是就是第一次遇到朋友，或者是说遇到就是来宾是有射物腺癌，所以而且是一检查就是3期。对对 对, 對, 對，你可以仔细的讲。我会仔细的讲，就是我先讲一下简单。介绍就是，待会你可能都没有图卡。对对对，射物腺是这样，比如说这边是一个膀胱，好了，一个球，这个是一个膀胱，膀胱上面有尿道，那尿道它中间就会经过一个小球，这个小球就是射物腺，所以射物腺其实是一个类似球状体的，对，所以尿道是通过这个球的中心，就好像有一颗乒乓球，它通过它，所以如果射物腺肥大的话，它会挤压到那个尿道，所以你的尿液就会，因为男性随着年纪增加，他的射物腺肥大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射物腺癌是这样，它分四期啊，就是第一期是在射物腺里面它发生的癌细胞。有以下的五。好，你说你来说。对，这边有一个这个无感无下症状，那这边有个图可以让你讲一下。对，这上面那是膀胱嘛？对，下面那是射物腺，那个小颗是射物腺，然后。因为射物腺如果肥大的话，它会挤压到尿道，所以当你开始频繁排尿，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就表示你可能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因为射物腺肥大就是里面增生，它的组织增生了，它挤压到尿道。
可是如果是发炎，它也有可能状这样的状况。嗯，然后加上射物腺，它有一个功能比较特别，是它是制造男性在射精的时候，精液它的液体就不是制造精子哦，其实制造精子是另外一个地方制造，那个精液的液体是由射物腺所制造的，所以当你把射物腺如果发生问题的话，那个精液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像他就会提到说，排尿射精时会有痛或灼热跟灼热的感觉，那就是跟你的射物腺发生问题，就发炎了啦，就发炎了，或者是肥大或怎么样，都有可能。而且就是像是忽然出现排尿困难啊，或者是说anyway， 就是刚刚有人说血尿或者射精有血，其实都是一个症状当中。对，那我们有一张字卡可以出来一下，就是射护腺癌的那个分期，那个导播可以帮我们 Q 一下嘛？就是有一个射护腺癌的分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那张图卡可以。出来一下下，我在图卡还没出来之前，大概先分享一下，就是说，哦，出来了，这让我们的那个就 H 来讲一下，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部分。好，你看，大家第一期就是上面那是膀胱，下面那个是射护腺，就橘色，像个小橘子一样，然后中间那个就是尿道。嗯，那射护腺一期就是其实就有点像原位癌，它的癌组织就是在里面产生的，可是它没有碰触到。这个射物腺旁边的壁或膜，或者接触到其他的器官，但是而且小小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把它解决，但是也有可能是直接还是一样，就是直接把射物腺切除，就做一个最根除性的治疗。那第二期是它一样是还是在射物腺里面长了比较多的癌的细胞，可能组织比较大或者是组织比较多，但一样是局限在射物腺内。然后接下来可能麻烦就在这边第三期它就是它已经突出去了，像我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指诊的时候，他就说你那个组织已经突出去了，等于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现在有点点点点点，那个已经是 cancer 了。对，那你压迫的更像，比如说二期的时候比较小，三期的时候那个 cancer 比较多的时候，你上厕所当然会变得很频繁啊，因为一直压迫啊。对，因为一压迫到中间那个尿道会压迫，但是三期我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说，它不是只有局限在于射护腺里面，它可能已经跑到射护腺外面，接触到外面的一些器官了，嗯，所以你如果要动手术的话，或者是三期，它就有可能沿着这个外面突出去的地方，你可能会转移到身体上的别的地方。那四期就更严重，四期就是直接转移到淋巴跟骨头，对，那这时候要治疗就比较麻烦。当我是去看那个真正的专业医生，告诉我说，哎呦，如果再不来看。就只剩两三年的生命之前，我做了那个所谓的切片检查。嗯，因为这一段我觉得需要让所有的男性朋友知道一下，因为他们会怕，因为那个切片，我觉得切片切哪里，我也很想问你切对吧，你想象会从哪里进去切？尿道吧。你说等一下，你说直接从下面那个性器官然后插进尿道里面吗？对啊，就可能刮一下之类的，会不会？好，我跟你讲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对，我跟你讲，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它其实会痛吗？你先讲。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讲侧面好了，这是男生的那个性器官好了，这是屁股好了，那膀胱在这里，那个射物腺可能在这里，对。所以你从这边不好弄，它必须从屁股这边进来。哦，然后通过直肠，它就可以从这边通过直肠，类似就是，所以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从肛门里面，不管是医生的手指或者是针筒，它都可以通过肛门直接触摸到射物腺。射物腺，对。那所以你有打麻醉针吗？好，切片它是这样，它先在肛门的两侧，打了麻醉针，但是那只是。那一块麻醉，对，因为其实就是就跟大不会麻醉，就跟大肠镜一样，就是大家都会说，因为不敢做那个大肠镜，所以大家都做麻醉啊。对，但做麻醉那是全麻嘛，对，没有感觉。但我不是啊，我们那只是肛门局部麻醉，但是还是不舒服吧？不舒服，你想想看，然后他就把针放进去你的肛门里面，穿过直肠，然后从射物腺，他就像打针一样，他打进你的射物腺，抽取组织，抽取十二针。那应该很痛吧？非常痛，
觉得非常痛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而且更何况是打针哈。我们再整理一次，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我们，就是从来大家可能不知道射护腺癌的切片要怎么做，是它是从屁股，然后从那个肛门进去，就等于是我们的肛门，就是做大肠镜的那个地方进去，进去以后就是针是刺吗？刺。对对，然后插到那个，然后去等于是挖那个细胞出来。嗯，它是吸取，没有吸的。那那个针是类似吸，可以吸取的。那个针是刺的，是刺的那种。当然是刺。天哪，好痛哦！我的妈，而且但是连续十二次这样子，没错。那真的很痛哎、欸，没错。对，好，等一下我先打个叉，因为网友有问题要问你。你说，你说。对，网友说，第一个会不会排尿不顺？第二个是你很年轻，你也遵照医嘱努力治疗，一切都会变好。这是方小平给你的鼓励，谢谢，对对对对对，那你可以继续。好，对，因为觉得好痛哦。那十二针会痛，而且它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射物线，因为它等于是把射物线刺了十二个洞嘛。你有伤口啊？会有伤口，所以在弄完那个之后，你要比如说做性行为，或者是自己做性行为的时候，你射出来是，对，是血精，但这不是病，那是因为你做完那个切片，而且这个血精你必须排个十几次之后，它才会颜色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哦，对，我为什么讲这个，待会会提到，因为它对于后面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就是这样的。听起来，射护腺癌不是一个很好研究的癌症。不，其实也不难了。但就是说，应该这么说。我上网，当然就像你刚刚讲说，医生当宣判我得了这个癌之后，我们第一步会做的是什么？上 Google， 上 Google， 赶快把所有射护腺资料全部都做了，全部都看嘛。对对 对， 對，所以就开始爬，我一直爬，一直爬，所以我就看到，就跟我爬肝癌的时候，我也是一直爬文，什么新的治疗法，一定是这样。但是你知道，爬文里面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有病人自己跳出来说，像我现在跟大家讲说这些经过或者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癌的平均年龄，得到的平均年龄50岁以上啊，72岁啊，真的假的？对。所以这个癌被称为长寿癌，因为它的进展非常的慢，就是如果你可能50岁开始罹癌了，但你不会有感觉嘛，因为它不会疼痛。50岁开始罹癌，它可能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到70岁的时候，它才会压迫到，或者是开始产生一些症状，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尿尿不顺哦，我想再去做检查，他才发现你得了这个癌。是，那得了这个癌，70、80岁的人其实可能就觉得说啊，就那样。对，因为他就算不治疗，其实他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因为他的进展真的很缓慢。所以刚刚您提到说，为什么医生看到我的状况，他口气这么的严厉，说对啊，你怎么现在怎么会这样？这么年轻啦！你知道他还讲了一句什么？知道吗？他说你是不是有吸毒？我说我为什么要吸毒？你说我有喝，不是？你说我有喝酒？我喝酒，我为什么要吸毒？他的反应可能就是为什么跟吸毒有关系啊？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个癌，一定是有什么奇怪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外力产生。但是我就没有，我从来没碰过这种东西。你有运动吗？我有健身啦，我有健身。对，我看你的身体很想象就是有健身。我当然我还是希望保持自己维持像年轻人嘛。对。对啊，然后。他就觉得很 shock 就对了，他就觉得很 shock， 对对，所以我就说 Google 上面你就看不到那些70、80岁的人，他们不会上去留言说我的病程是怎么样，对对对，然后他怎么治疗，他之后 是有没有康复也好，或者是他的状况，所以我能够得到的资讯其实非常的少，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就是当医生告诉我了之后，我在家里面沉淀了2天，然后我就决定在我的脸书上写出来说，哇，我得了这个癌症。然后我也蛮希望说，大家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疾病，而且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因为这个病它有一些东西是男性很忌讳去讲到的。对，我知道，所以我其实，在准备这一集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你想到我们就想到聊到什么就聊，就像我刚刚你说迟射，我说因为其实
很多问题都是，就像我刚才直射是我在你们这边真的是第一次讲的。对，然后没有是在电话，你在电话中跟我讲，然后我就媒体上讲过的。对，然后第二个是你在我们刚刚在节目前的时候讲那个去世的啊，对对对，然后他也是笑翻到，真的是笑翻到极点了。但是你说化学去世，对对对对对，我还跟他说化学去世，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刚没有了，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你现在下面还有吗？还留着吗？我想说我是挥剑自宫吗？欲练神功？没有，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有看到那个潘怀忠也是因为这个，对对对，以前那个潘医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那我就有去查资料，想说化学去世，那去世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势，就是势力的势，对对，就去世，就是太监，就是去世，就是把那个搞完。对，那我就想说化学去世，请问一下是吃药让他没有能力，还是说就是把他砍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刚才不想在节目前面我就问他，他就一直大笑，就是说。当然还是在啦，对，这个你还是搞不好有很多人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应该还是有人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古早的治疗方式是可以直接真的就是把那个切除，因为这一劳永逸。因为我刚刚讲了嘛，射物腺癌它吃的养分是吃男性荷尔蒙，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会制造男性荷尔蒙的器官割除掉的话，它当然它就一劳永逸啦，对啊，就不会再生啊。但事实上也不是这么单纯。可是我就发现，你跟我讲了一个荷尔蒙治疗，对，还有标靶药物，然后还有你的开刀，对，所以我就想说，你可以帮我们后来你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跟我们讲一下。好好，然后就是刚刚讲哪里啊？就是我他宣布我可能是如果不，你说我迟射只有在这个节目讲，在这个节目讲，这个方向就走偏了，现在开始没有新的方向去，这是正常的，这是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去了医院之后，他当然就是说你不赶快治疗，你剩两三年嘛，所以他当天就开始安排我做很多检查。包括 MRI 啊，包括全身的骨骼，那 CT 有做，那个 CT、MRI 都有做，都有做，都有做。然后包括正直应该有做嘛？做对。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做那个正直的拍那个片子之后，片子拍出来全身的骨头，当然就是射物线那边的确是有一个黑影在，然后竟然在胸口这里也发现了一小块黑影。胸口对，然后就是一个小小圆点，黑黑的。然后医生也不解，就是说为什么会刚好这里有他是胸骨吗？还是说胸部？一开始以为是胸，我们以为是胸头、胸骨，可能是胸口这里。对对对。但后来就是在仔细看那个 MRI 的那个照片之后，他发现是在脊椎。哦，所以是后背。对，因为它是透视的嘛，所以你的点在这边你看不出来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因为它是透，它那个照那个其实是正直，那个是照正直是透视的。对，所以后来发现是在我的脊椎的第四节。我的那个脊椎第四节的骨头里面已经有癌细胞存在了，然后医生就说这一块等于就是类似有转移的现象出现了。那他说这个部分就是用放射线治疗是可以很快速的把它解决掉，他不担心这一块，只是说你必须去思考，一来就是第一个你要把你的病灶解除，病灶就是我的射物线，射物线已经里面长着癌细胞，大概多大啊？他们说几公分？我的照片要看吗？好，可以啊，就反正你的什么都，我们还找你的照片资料，都一直是你在节目当中，我又真的你要给镜头看吗？好，镜头如果录音到前面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很大颗看起来。它下面有那个度量衡。度量衡比较看不清楚是。几公分？大概三。我们把名字，其实你的生日没差了，没看不到，看不到。对，这是你这个是不是 cancer？ 就是肿瘤？不是，这是射物线。射物线。对，然后射物线，它对啊，就是整个射物线我已经割除了。哦，你把整个射物线割除？对。它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我印象中射物线不是长这样。不，它上面还有接尿管的尿道的地方，然后旁边它割的不光滑，就是因为它用激光去射去处理掉，因为它有癌细胞，所以它把它切除掉。好，对，这个就是其实不小个，对，很大你如果照下面的比例去看，你看它从两公分五公分呐，不到了，从二开始算的话，嗯，那三到三，再给大家看一下，三到三点多公分有。对，所以你是把整个射护线给切除？对，是这样没错。那你现在没有射护线，那该怎么办？就无射一身轻呢？
没有，我现在就称自己为断线的男人呢。好，就是没有射护线。对，没有。你刚刚说到没有射护线该怎么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说了嘛，就是射护线它有一个功能是制造那个精液的液体。嗯，那你现在没有射护线了。它等于是膀胱直接接尿道，它就不会有一个射精的那个叫什么动作？动作，对。所以如果我还能勃起的话，如果我还能从事性行为的话，我的高潮还是可以有，但是到了之后我是射不出东西来的，它是空的，它会往里面射，这个名词叫逆行性射精。了解。对，然后往里面射之后，精子就会射进膀胱里面，反而被膀胱给那个人体吸收掉。嗯，那你有试过吗？我现在还不行啊，我刚开完刀，我刚开完刀，你知道我怎样了？因为我就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说逆行性，我想说往此，我现在都还担心伤口会爆开。我想说往膀胱里面。怎么无法想象，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这个病症，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你如果没有亲自来讲，我听不懂啊。想说就是射护腺癌嘛，那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朋友都说射护腺肿大会尿，就是一直尿，那是肥大而已。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没有听过癌症这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提的这些部分对。老一辈的或上一辈的男性朋友，他们会觉得很不应该讲，对，或者是对拍摄供，哎，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够把行，哦，好，你讲，够把行拍摄供，啊，你讲。